三种五四综艺，吴宗宪父女相爱相杀，后置神预演带望两个阿翔。傻瓜也知道要给我。第54届金钟奖评审团傻瓜确认，咳咳不是啦，是入围名单公布。会不会入围我不知道，但今年应该可以有两个吧。宪哥预演成真一半，以综艺大热门及综艺玩很大入围两项主持人奖。玩很大还将对上女儿 Sandy 和黄子佼的一呼百应。对父女 PK， 贤哥表示这是最诡异的事，女人要和舅舅联合攻打我，叫他们放马过来，要拿奖也要有真本事才行。另一组受瞩目的则是浩子与他的阿翔们。浩就想起以综艺新时代入围一至级实境节目主持人奖，很感谢评审，非常感谢，然后也谢谢观众对我们的肯定。现在在这一些新闻之下，竟然还愿意肯定我们，评审们是有大爱的。不管是哪个节目的都是跟阿翔。对呀，浩子根本生 carry 和乱弹阿翔的台湾金颂也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。谢谢大家的爱。至于要跟哪个翔走红毯，啊，这个好难哦。让我想一下，我改天再回答。露露则是同奖项爽聊入围，啊，也没有干嘛啦，就入围两项这样啦，也没有啦。啊，就谢谢大家这样，然后哎呦，第一次啊就这样入围两个啊，到时候自己打自己，对啊，五个入围两个，要是都没有得，就真的尴尬了嘛。啊，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得奖命啦，啊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，我有读书，但有风水不知道好不好，但就是看看命运的造化了。然后也希望焦哥就是好好表现，希望我得啊，如果他得我就没有得了，现在还是翅膀有点硬的啦。露露师傅黄子佼也不遑多让，哇，今天来真的好多好多故事，谢谢宝妈。而金钟五四终身成就奖得主将颁给演艺圈大家长张小燕，堪称是台湾电视史上的百科全书。宪哥也表示非他莫属，实至名归，爱心爱心。先不要太焦了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说不好意思先讲，因为现在五分钟嘛，在人家的首映会上讲自己的入围感言会不会太不要脸一点，就谢谢大家。我站下来好了啦，站下来，因为站上去是要领钱的，站下来，这边是影厅，OK， 还没有开始可以继续聊，然后嘛就是